狐妖小红娘番外。我没有勾结山妖。在人类与北山版图的交界处，有一座连绵起伏的山脉，名叫祁连山脉。山脉中蕴藏一种奇特的玉矿石，名为妖玉。人类若长期佩戴，能抵御妖力伤害。为采集此种妖玉，道盟组织了若干支采矿队伍。前些日子，杨家有人在矿场发现了妖玉中的极品妖玉王的踪迹，杨家家主当机立断，派遣杨家一支采矿队前去挖掘。队伍的队长是杨家一位旁支杨一焕。这天，杨一焕带着自己的心腹廖雄前往祁连山脉的山脚下，与等待他们的队员会合。杨队长，说好了让咱们队去挖妖玉王，怎么会突然把这姓穆的调来当队长了？临时性的，待一阵子就走。听说这小子攀上了家主的女儿杨艳，打算入赘呢，这个节骨眼来不是要抢你的功劳吗？无妨，况且也没那么容易。据探查到线索的人说，妖玉王的身边有着实力强大的山妖守护着。这位穆公子初来乍到，能不能在队中建立威信，还得看他自己的本事呢。那小子要是没两把刷子，说不定要交代在这儿。说话间，两人来到山脚下，遇见了等待他们的20多个队员以及穆南。哎，行了，穆队长，还这么早啊？抱歉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不碍事，是我来早了。杨队长好，廖队长好。那咱们就出发。廖雄，抓紧整队，赶紧出发。好。廖雄整完队，杨一焕交代了此次任务，介绍了新任队长穆南，并谦逊地表示自己担任副职。随后一群人踏上了登山的路途。一路上，杨一焕无比殷勤，不时地给穆南介绍这片山脉的地理特点，穆南则始终淡淡地笑，还不时地打量着周围，保持着警戒。队伍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，周少爷，好像是山妖。看你们这怂样，没胆子打妖怪的趁早给我滚蛋。众人被杨一焕的凶悍震慑，硬着头皮往前赶，可恐怖的氛围在队伍中一再蔓延，众人的脚步越来越慢。就当他们经过一个狭窄的古道时，大家镇定，所有人围成一圈，后背朝内，面朝外，原地驻守。虎啸声从他们斜下方处传来，声音十分近。穆南身手矫健，一个翻身率先下了山道，沿着高低不平的岩石坡朝声音来源方向跑去。杨一焕犹豫了一瞬间，也咬了咬牙，随即跟上。穆南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旁停下，蹲了下来。杨一焕赶到时，发现穆南正在查看一条不起眼的裂缝，这条裂缝仅能容一人通过，若是不仔细观察，很容易错过。杨队长，这边。你是说山妖在这底下？嗯，从刚刚吼声方位来判断，应该就在附近，可放眼望去连个肉眼可见的藏身之处都没有，所以我猜测这山妖一定在这底下。听你的。木南在前，杨一焕在后，两个人悄悄从那道裂缝下去，钻过一个狭小的洞口，拐过一个弯，一个巨大的虎妖赫然出现在木南眼前。谁？人类？你们两个弱小的人类居然敢走进我的地盘，速速离去，否则我一口吃了你们。穆队长，我们一起上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原来穆南发现那只虎妖以一种奇异的姿势跪趴着，它的背上牢牢顶着一块巨石，背部和巨石挨着的地方有道明显的伤痕，一丝丝鲜血正顺着背上的毛发往下淌。虎妖的肚子底下忽然探出一个小脑袋，是一只小兔子。这下穆南有了几分猜测。你受伤了？我们没有恶意，你不用担心。你身子底下那只小兔子是怎么回事？
木南这一问把小兔子吓着了，他一缩脑袋躲了回去。你们人类一向视我们妖怪为异类，恨不得斩尽杀绝，少在这假惺惺的了。此言有误，我认为不管是人还是妖，都有好的也有坏的，不能以物种来区分。我看你是在保护这只小兔子吗？听到木南这么说，那只缩回去的小兔子又把脑袋悄悄探了出来。虎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困在这儿的。小白，你别说话。困？你们被困住了？木南再次仔细地朝他们看去，这才发现小兔妖的一条腿被困在了一个捕兽器内，粗大的锯齿扎透了小兔妖的前腿，使得它丝毫不能动弹。而虎妖则挡住了本该砸向兔妖的巨石，救下了他的性命。不过兔妖跑不了，虎妖也无法离开，这才双双被困在这里。穆队长，你看这妖怪身后是猩红色的妖玉王，太好了，你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，我绕过去把他们打死，再把妖玉王挖出来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先出去，这件事儿我来处理。穆队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两个一起找到的妖玉王，这功劳你一个人要独吞吗？我是杨家的人，就算你以后要娶杨艳，至少现在还骑不到我头上来吧。杨一焕，我木南并无抢功之意，但也不会善恶不分，见死不救，请你出去。你好，你是队长，我听你的。杨一焕离去后，木南朝虎妖兔妖走去。你们被困多久了？别紧张，我来救你们。真的吗？虎哥哥为了我被困在这里实在太久太久了，他不知流了多少血，耗了多少妖力，前阵子他连心头血都吐了出来，把旁边的石头都染红了。可是他不听我的，不肯离开。别担心，我先把这个捕兽器解开。木南将剑放在地上，再一步步往前走。虎妖烦躁的低吼，不知是否该相信他。木南走到他们面前，低下身，将手伸到虎妖肚子下。虎妖犹豫了一瞬，终究还是往上抬了抬，将腹部的空间让了出来。木南这才得以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捕兽器，然后把住两端，用力一拉。虎妖终于解脱了，他一拐一拐地挪到外边，焦急地查看虎妖的情况。虎哥哥，你快出来！我好像力气不够了。啊，都怪我！这位小哥哥，你快想办法！你别急。木南绕着虎妖走了一圈，终于找到巨石中央的一条裂缝。他拿起剑，朝着裂缝轻松一击，巨石即刻分成两块，纷纷从虎妖背上脱落下来，还带下了不少皮毛和血肉。虎妖虽然伤得不轻，但是他总算安全了。这回他不再怀疑，心甘情愿地低下了头颅。请问恩公姓名？举手之劳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可是人类和妖界向来对立，恩公救了我，万一有人拿此事做文章对恩公不利，这可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只是一个小人物，没什么人关注我。人类有许多口腹蜜饯之徒，但愿如恩公所想。啊，对了，我刚刚听那人提起我身后这块血色玉石，若是对恩公有用，我帮你挖出来。啊，那我先行谢过。虎妖小心翼翼地挖开玉石，送到了木南手上。木南拿了妖玉王，谢过虎妖就离开了。他走出洞外，发现杨一焕就守在洞口。木队长，拿到妖玉王了？嗯，是那只虎妖挖出来给我的。虎妖给你的？莫非木队长认识他？杨队长说笑了，我和那妖怪素昧平生，第一次见，刚刚怕你伤及无辜，态度凶蛮了些，杨队长莫怪。
原来如此，无妨，找到妖玉才是要紧事。两人说着话，一起回到队伍，仿佛刚刚的隔阂已经烟消云散。众人见到了妖玉王，都欣喜不已。杨一焕也跟着众人一同称赞，只有廖雄能从他的脸上发现一丝阴霾。不久之后，木南勾结山妖并将其放跑的谣言就传了开来，一直传到了杨家和监察院众人的耳朵里。